这。斑是氧化的问题，严重来讲的话，氧化病是什么？癌症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。我们可以我们的肥胖基因给关掉，我们可以关掉疾病基因，也可以把我们长寿的基因给打开。动了哦，但是中间我遇到科技的时候，已经知道我妈妈本身会有 cancer 的问题。我妈妈是面对 cancer， 可是当稳定下 cancer 的问题的时候，她不是死于 cancer， 她死于被恶性循环的。所以当中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身体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的。我经想到，反正我所有的糖吃了嘛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不如去刷一下这个。OK， 听的时候，嗯。哇，这个食疗法都是不是你有错这些的，追根究底，哪里出问题就去针对哪里，然后又是吃罢了，然后幸好我的喜欢吃肉，他们讲怎样吃应该吃，然后也幸好的我的报告出来是我要吃很多肉，很大声的说我要吃这个，我会吃那个，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哦。因为用什么方法都不会瘦吗？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，对吗？我怎样吃，照着营养餐吃，怎么不会瘦？怎么还是这样稳健了？这么辛苦，怎么还是60多？我可以照着报告，我自己的报告吃，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，我就看到50多了。这个是很感激，很感激的科技帮了我，也帮助我的皮肤慢慢好起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芳，过后就去妇产科做了一个子宫膜片。当时医生就验出了我有2颗血瘤和2颗肌瘤，医生说受孕的机会是零，那么医生就建议我去手术拿掉它，可是我就不要了，就很怕了，我就用这个自然疗法调理我的身体，调了一年过后我就意外的怀孕了。我医生说哎，为什么会怀孕呢？有肌瘤，当时验的时候我的血瘤只剩下一颗，没有那么蜡黄了，就皱纹也少了一点，斑也浅了。他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很爱帮助人。刚不认识他的人呢，会觉得他很高傲。可是呢，当你认识了他过后呢，他的人并不是这样的。他是一个很健谈、很爱帮助人的人。在这个检测呢报告出来的时候，虽然看我是很年轻，但是在这个报告出来，其实我也蛮惊讶，因为在这个报告里面，我看到我的荷尔蒙呢，其实已经氧化去差不多已经是68斤了。所以得说，我的这个记忆力，我很想去记，但是我却特别的健忘。OK， 包括我本身的荷尔蒙问题，其实也比较乱。在经过这个检测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本身的我全部的荷尔蒙，包括我的脑的，包括我的子宫的 everything 的荷尔蒙区，全部都是已经是开始出了 problem。我度过了这个调理期过后，我是瘦肥下来了的。我是不管怎么样吃来讲的话，我的身体已经不像之前这样子又肥又瘦又肥又瘦，比较稳定。再加上呢，来period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一种经痛到要生要死的问题。包括是我的记忆力，其实我记忆力是让我最感受到的，就是以前我一听了我很想记，但是我偏偏忘记，手势我明明放这边，我一转个身我又忘记，但是现在我记忆力是的确是好了比较多。很感谢感恩认识到这份科技，说希望这份科技可以帮助到更多人。我是燕玲，来自居銮。其实呢，我在4年前就遇到这个科技，当时我已经过了青春期，可是我却开始面对了皮肤的问题，我的脸开始长了青春痘，很自卑，不想出门，不想见人，连工作都不想去。当时我脸长满了青春痘，就开始尝试用不同的产品，美容啊、护肤品啊、去前 facial treatment， 也有去看中医，也看了西医，而且身边的朋友亲戚看了我长那么多痘痘，满脸都是，他们就很好心，就来介绍我，可以用什么方法，有什么产品，我通通都试过，可是我的情况却没有改变，而且还越来越严重。之后呢，我就遇到了我的瑜伽老师，我的瑜伽老师他就介绍了我这个科技，可以就是用自然疗法。当我去深入了解之后，哦，原来这个是这样一个这么神奇的东西。
利用了这个科技找出了问题的根源，然后用治标治本的方法让我的皮肤改善。经过了四个月的调理过后，我很惊讶，我的皮肤已经开始好转了。我身边的朋友、我的同事、我的亲戚就开始会询问我，诶，你做了什么啊？用了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可以皮肤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好？我就跟他们分享，我只是使用了自然疗法，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，我就改善了我的皮肤。你们可以看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擦，不止我的皮肤调好了，我的身体也跟着调理了，我也比较容易受孕，而且整个受孕怀孕的过程我感觉到很舒服，体重也只增加了6公斤，宝宝的体重也是正常，当时我是顺产，也没有妊娠纹哦。满月时我回到工作岗位，我的同事都说，哎，你不是看起来不像已经生了孩子。大家也有听过生产了过后记忆会衰退，可是我感觉到我的工作能力啊，我的记忆力啊都没有改变。可是我回到工作岗位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记忆力、我的工作能力也没有退化，也不像别人说的生了孩子会笨3年。在整个孕期有调理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的孩子也比较冷静，也比较容易带，而且大家也发现我的孩子嘛比较稳静。而且让我很惊讶的是，我的孩子在20个月不到已经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跟大人沟通。我感到很庆幸，因为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科技，也很感恩我遇到了我的顾问，也感谢他在一路的陪伴和帮助。我也希望科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，给更多人知道这个科技其实可以帮助他们远离病痛，可以长生不老，也可以漂。Mandy 啊，他这个人呢是真心为大家好，他真的是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可能他有时说话的语气会比较重，可是你们要知道他是真的带着一颗想帮人的心在为大家着想。认识了他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真的是很善良的人，只要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都会想尽办法帮你，只要他能力可以做得到，他一定帮你。